10年以前，屈云兄跟我再次讨论何为革命。当时我说，革命就是为了40000同胞人人有行业，不提饥，不好寒。10年过去了，与我志同者相继牺牲。我从他乡漂泊丛林，革命两字与我而言不可同日而语。 今天再道何为革命，我会说：欲求文明之幸福，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。这痛苦，就叫做革命。 干了这杯酒，诛杀孙贼，报效朝廷。 4天之后，我们把命都拼了。不管牺牲多少人，我们都要坚持一个小时。这一个小时，就是我们40000同胞的希望。爹，女儿不孝。 要活了17年，就是在等这一个小时。不要。为明天的事儿，知吗？如果你明天肯去，我会告诉他，他的父亲叫沈重阳。谢了。